对大学英语思政吧，视听说教程的一些编写过程当中的一些所得。其实这个题目呢，在拟定的时候是在会议之前，是新形态外语教材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因为上午啊，陈老师还有其他几位专家呢，在会上就理论的问题讲的比较多了，所以我中午临时调整一些内容，就是为了避免过多的重复，这样呢能使这个内容呢更形成相互之间的一种配合。那么在这里边呢，实际上就是我把新思维大学英语思政版视听说教程简称为新思维视听说教程，这样便于交流。在这里边呢，我主要是从下边的五个方面来进行介绍的。第一就是新思维视听说教程它在编写过程当中的依据是什么。第二就是内容和体例，第三是课程思政的特色，第五个是素材选取的原则，第六教学内容设计的任务设计的一些基本原则。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讲一下新思维视听说教程教学目标是如何确立的，依据是什么。其实这要从目标课程的构建说起。这个课程呢，实际上就是教育学当中的课程，它包括四个构建。一个是课程的目标，确定我们这个课程要达到这门课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第二个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应该对做一些这个课程的准备，就是包括教材研发，包括这个师资培训，也包括教学模式的选择等等前期的准备工作。当一切都准备完之后，就开始了教和学的过程，这就是课程的实施。实施结束完之后，我们总要评估一下教与学有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这就是课程目标模式的四个构念。那么上午陈老师在讲一个新形态教材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教材它不仅仅是教学内容的呈现，也包括教学方法，甚至包括教学评价都融入到这个整个教材的研发之中。所以在这里面呢，也就是说教材或教材开发应该是课程的一个部分。教材开发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使他们达到既定的课程目标。那么我们大学英语的课程的纲领性文件呢，实际上就是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就是这个之前2004年开始一直到2006年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过渡阶段。那么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刚才这个戴昭辉教授也讲，是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变成了另外一种说法。这两本纲领性文件就是指导我们大学英语课程开发的纲领性文件，所以我们教材开发一定要紧紧围绕着这两个纲领性文件来。那么对于2020版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有关于课程的定位与性质有了这样的描述，就是第一次承认大学英语课程它是兼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那么这个工具性呢，实际上就是指获取信息的手段，也是蔡一康老师这些年一直在这个呼吁的 EST 教学。那么对于人文性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进行跨文化教育，也就是说要教会学生领会他者文化的这种感受的能力。那么第二个人文性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要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阐释能力，服务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需要，也就是本土文化的传播力的问题。那么在大学英语的作用和意义这里边呢，把大学英语的课程目标描述为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同时发展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培养人文精神和思辨能力，能够有效恰当的使用英语的能力。这个就是我们所有教材里边在编写过程当中离不开的一个教学目标的总纲领、总方向。那么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呢，我们大学英语在这个课程类型上分成三种，一个是通用英语，一个是专门用途英语，一个是跨文化交际英语。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呢，各个学校里面的教学目标在不断的教学课时在不断的压缩，学分在不断的减少，再像原来288个学时16个学分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那么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要达到这么多的目标，在教材编写过程当中一定是同整性的、整合性的，就是我一直在从前所说的整体化的教学设计的理念，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学英语的教学不仅要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还要提高他的跨文化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自主学习能力，要进行统合。
所以统合性的教学目标是我们的一个关键。那么刚才这个戴老师也讲，根据这个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把教学最终的目标呢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但是它考核的核心始终是不变的，围绕着四个维度，一个是语言知识与技能、跨文化交际能力、思辨能力和学习策略，这么四个方面。学习策略就约等于前面所说的，跟自主学习有着某种程度的重合。那么我们在这个教材编写过程当中，通过前面课程四个构念的理解，那么我认为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一定要服务于教学目标。在学校教育中，教学目标主要是借助于教学材料，通过教学活动来实现的，所以教学材料的编制、选择和使用一定要紧紧围绕着教学目标和学习内容来进行。所以我们不能光谈教学，还谈学习。那么为此呢，我们根据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有关于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的要求，这样我们把整个教材编写的目标定位为四个方面、五个维度。第一，就是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因为我们是听说教程，所以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是我们这个教材的最本质的任务。在听说能力这个培养的过程中，我们要教会学生如何提高听力的学习能力和口语的表达能力，也就是语言学习能力和语言学习策略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要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这是外语课程独有的优势。如果我们要一个数学的课程、经济学的课程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那好像是有点太牵强，也很难。所以对于外语课程来说，不管你是综合教程也好，还是视听说教程也好，一定要肩负起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因此现在国内也有一种说法叫跨文化外语教学，你说外语教学的本质是跨文化。那么第三个目的呢，就是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因为批判性思维能力它不仅是外语课程的这个应该承担的一个使命，是所有课程都应该承担的一个使命。因此我们说它是要分担这样的一个对于人高阶能力的培养目标的问题。同时我们要应时代之需，要通过我们的课程实施课程思政的教育。所以这里边是四维目标，有五个内容。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讲一下新思维视听说教程内容和体力是如何为了实现这四层的教学目标进行服务的。那么我们以第三册第一单元的一带一路为例，那么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这里边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在每一册的每一单元的教师用书当中都有一个这样的图，这个图起到两个作用，一个是知道我们这个单元里边内容是如何进行组织的，第二个呢就是上午所说的这个新形态的教材也好，还是这个立体化教材也好，还是数字化教材也好，我们这个判断呢，它一定是个开放的体系，就是所有的使用者都可以参与这个教学材料的这个创建和使用的问题。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图，实际上就是给那些参与共同使用的这些老师一个这个导引，我们的教材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应该从哪方面来去思考这个问题。那么我结合着教材的七个部分逐一的说，第一部分是 warming up，就相当于这个 opening up 这个部分，主要是设计了两个任务。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是 listening for Chinese culture， 就是中国文化的导入。第三部分是 listening for Western culture， 就是西方文化导入。这里边我们没叫英美文化，而是西方文化，因为跨文化不能局限在英美文化这样的一个小的圈子里，它一定是一个通融的、放眼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体系。但是我们也没有叫这个 foreign culture， 没有这样叫，而叫 western culture， 是这样的一个意念。这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这个对照的问题。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采用过程当中始终坚持中西文化要有一个关联性的，我后面会讲。这是两个音频材料，那么两个视频材料呢，它也一定是中西方文化有关联、有对比、有可能的，这就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音频视频材料的基本构成。那么基于中外文化的这种导入，最终要实现的是第四个单元，就是跨文化的这种反思和思考。
第五个部分和第六个部分分别是听力技巧和口语表达技巧，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的学习策略和语言的使用策略这个部分。第七个部分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我们所说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是如何实现的呢？前面讲第二以还是以这个第三单元第三单元的第三册第一单元为例。那么在这个第二个部分里边，就是对中国文化学习这里边分成 section A 和 section B， 分别是具有关联的东西方文化。以这里为例，我们在这个材料组合当中就引入了张骞出使西域和马可波罗游记，实际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融汇的问题。那我们在第三个部分里面，跨文化能力的这个培养里面，利用了另外的两组材料，一个是都发生在十五世纪的两件航海大事，一个是郑和下西洋，一个是这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都是发生在十五世纪东西方两个不同的时期。但是我们通过让学生的通过学习材料的提供和学生自己检索和学习搜集材料，是意图就在于引导学生掌握这两了解这两个文明交汇的不同的目的和结局。那么郑和七下西洋，实际上它给沿线国家带来的是繁荣、贸易、友谊和文明的交汇。那么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最后导致的是移民、黑奴贸易以及对印第安人的屠杀。我们总是说我们中国人是热爱和平的民族，总是在停留在一种理论的说教上。如果我们真正的让学生讲好故事，一定要用可知可感的历史的事实。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两个实例学生能够用自己的口头语言表达出去的话，这实际上也是在培养学生的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方面。一定要用事实说话，我们是如何这个讲好中国故事的。以前我们也在讲，比如说在这个罗马人入侵不列占领不列颠之后，修建了这个安东尼奥长城和哈德良长城。我们中国在明代在汉代也陆续的修建过长城。那么如果我们从整个的这个人类文明的角度来说，我们长城以北是游牧民族，长城以南是农业生产模式。那么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生产力的水平越高，它的这个经济实力越强，战争最后打的就是经济实力。但是我们作为中原的超强的经济实力，但是修筑了长城却是防御性的而非进攻性的。那么这两个例子如果叠加到一起，我们再去讲中国故事，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可能更具有说服力，而不是把这样的一个观念停留在口头上的这样的一种意念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跨文化能力的培养的过程之中呢，实际上隐含着把讲好中国故事的这种能力和素材融入到了我们课程之中，这是第三个部分。那么在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有关于跨文化交际课程里边，它是这样描述的：跨文化交际课程旨在进行跨文化教育，帮助学生了解中外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提高学生社会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新思维视听说教程应该是具有跨文化教程的特点。所以我前面讲，在时间压缩的情况之下，怎么能实现那么多的教育目标？那么在教学材料的采集和编辑上，一定要形成一种融合式的、集成式的，把很多教育目标能够融合在同一个材料当中，使它产生多层的核裂变的那种效果。那么有关于学习策略的问题呢，实际上我们在每一单元里边都列入了听说能力的问题，把听力能力变成很多微技能，然后根据教学材料编纂在不同的单元、不同的单元里边。那么在练习设计上主要分成三部分 ,Section A 一直到 Section C, 主要是完成不同的这个任务。这些任务的设计的难度呢，我后面会讲，就是每一个部分的这个任务的设计难度，除了听和说要兼容之外，在任务难度上也有简单的，也有相对来说具有挑战性的，也有相对来说更难的，主要就是满足不同学校不同的学生在使用过程当中可以有选择性。那么第四个部分呢，就是语言使用策略。对于听说教材来说，自然就是口语表达策略。同样
我们坚持两个原则，第一，把前面的听和后边的说这些技巧能够融合到一起。前面讲的是事实与意见，我们说这里边也要讲事实和意见如何在口语表达当中能够借助于这些技巧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所以听说的技巧应该是基本上是统一的，就是呈现的形式和目的不一样。同样，我们在这个听力在口语表达这个策略的使用和强化上设计了四个不同的任务，这个基本的理念和前提是一样的，要有不同的任务类型，有不同的难度，针对不同的学生。再就是把听和说融合到一起。第六个部分呢，就是 critical thinking。我们同样也是把批判性思维能力分解成若干个小的微技能，把这些小的微技能结合着语言材料和素材，这个分布在不同的这个章不同的单元里。在任务设计上呢，同样遵循了基础性的要求和较高的要求，比如说基本性的要求。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填空的这样的任务，就是一些绝大多数学生都可以做的。第二个任务类型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些谈论的话题，主要是用于口语表达，所以它也是听和说融合到一起的。那么在口语表达当中，两个任务它的难易度是不一样的。像第一个任务，基本上所有的学生都能够有可说的也有能说的。第二个任务可能它的挑战性就比较强一些，因为这个字很小，我们为了呈现的方便，可能也就能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么以上呢，是我们就四个目标如何进行达成的，从第二个部分一直到第六个部分，通过这些目标的整合，结合出材料，能够使我们的这个目的呢，得以实现。第三个部分，我简要的向各位汇报一下我们新思维视听说教程课程思政的特色，因为我们这套教材最大的亮点和侧重点就是要把课程思政的内容融入到这里面来。那么同样，如何进行课程思政，怎么样进行课程思政，还是要通过纲领性的文件，这就是2020年5月28号颁布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到这个时候呢，课程思政实际上和思政课程就有了区别，不再是硬融入，而是软融入。我在其他场合里边，我称之为课程思政教育的2.0版本，在那之前是属于1.0版本吧。经过了15年的这个实践操作，在上海的实验基地呢，大家在有些材料里面能够找到。那么至此呢，实际上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作为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共同构筑了思政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体系。因此我们在英语的大学英语的教材当中，也要结合着课程本身的特点和优势，如何进行课程思政的教育，就成了我们这个教材当中另外一个需要肩负的任务。那么在刚才指导纲要当中，简要的我截取了其中的三个跟我们主要的依据，一个就是围绕着文化素养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的供给，第二个是引导学生了解事情国情党情民情，第三个是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为了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在课程编撰当中做了两方面的工作，第一是要有中外文化的这种导入，要有中外基于中外文化的对比，形成跨文化的意识和讲好中国故事的这种基本能力。第二个呢，就是主要的特点，最显著的特征，上陈彦杰老师也讲过，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我们教材当中，主要是融入到前三册当中。那么除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外，其实我们还做了其他两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就是要强化中国文化元素的融入，实际上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我这里边大家看来，我们实际上主要就是孔子的思想、儒家的思想。儒释道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品德的三个主要来源，但目前这种情形之下，大概讲佛教、讲道教可能不一定合适。所以我们主要就讲了儒家的思想。在讲儒家思想的时候，大家看教材就知道了，是和把孔子的思想和苏格拉底的思想进行了关联，这也体现了我们中西方文化同时代两个主要的思想家做的这个事情。同时呢，我们也要体现现代中国的主张，
那么就是典型的三个例子，一个是21世纪的中国，第二个是中国梦，第三个就是一带一路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们突出中国文化既兼顾了传统也兼顾了现实的属性。再有呢，就是上午陈老师也介绍过，就是我们要培养学生，为学生进入社会做一些准备，通过我们的课程做一些准备。这个内容就包括办公室的政治、企业文化、人际交往，还有这个同事关系，在 financial management， 实际上我们在做的内容上，它很大，做的内容上实际上就是理财，这对于年轻孩子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我们没有把它做成一个宏大的叙事，就是要如何经营好你自己的这个经济规划的问题。再有就是这个时间分配啊，工作的职责啊等等方面的事情。实际上我们看第四册，实际上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上的进一步的规划。所以我们仍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学生将进入职场的这种能力的要求进行了一个统一的这个规划。第四个呢，就是我介绍一下这个素材选取的原则，有四个原则。第一，仅仅围绕着主题文化，实际上主题文化就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里边我们在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实际上在前面已经陆续的提到了，要中外不同或相同看法或观点的素材形成对照。只有形成对照，相同或相或冲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文明互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那么只有形成冲突的时候，才能够帮助学生形成跨文化的意识，培养他们的跨文化的能力。也只有中外文化产生冲突的时候，才能够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所以我们在选材的过程当中，建立中外文化的一种沟通和对比，主要的目的是几层目的融合在一个概念之中。刚才我讲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郑和下西洋，它的这个文化对比的意图在哪里，这是就这么一个例子。第二个选材的原则呢，就是要关照学生的语言能力。这样呢，我们要需要吃透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大学英语4-6级考试大纲等纲领性文件。对于听力教材而言，它实际上影响的这个难度的不仅仅是上面的这个词汇的问题，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也包括内容、语速、发音等，这些都是影响听书这个尤其是听力的这种能力的这个难度的一些因素。所以我们仔细研究了相关的文件，把这些文件能够融合指导我们整个教材的研发。对于音频材料，我们进行改写，尽可能的用4-6级的词汇替代里边的深奥的词或不常见的词，但视频材料确实很难，因为我们还没有形成能够用 AI 生成用文本生成这个视频素材的那个技术阶段，这可能是未来要做的一件事情。因此视频素材当中的文化当中的一些学生不大容易理解的或者生词，我们都有这个 word tips 在这里边，学生也非常方便的去看。那么还有就是文化现象，也有一些的这个 cultural notes 给学生及时的进行解释，这样主要是为了方便学生自主学习来使用。第三个选材的原则，就是要回应教师教学的需要。克拉先生说过，这个输入的语言材料应该具有两个基本特点，这是我的理解。第一个是可理解性，另外一个是略高于学习者的现有的语言水平。但是我们掌握到一个什么尺度能够略高于学生的现有的学生水平呢？我们知道不同的学校，哪怕都是一本的学校，学生的水平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做一件事情，就是在每个单元教学素材和学习材料，它保证它足够的量、足够的丰富，难度有差别，这样老师和学生才能够进行合理的选择。我们是这样处理这个问题的。第二个呢，就是教材呢在使用过程当中，有纸质教材、有线上教材，还有这个基于爱学习的拓展教材，这样呢就能够支持教师课堂教学与学生课后自主学习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我现在始终觉得这个教学模式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当下课时不断缩减的情况下，它显得就更为重要。因为我们师大呢，从288学时减到216，减到180，现在是160，未来可能还有减的趋势。那么在课时在不断压缩的情况下，学校不管你是怎么做的，总之你要保证我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水平不下滑。
所以我们就不能天天的抱怨。所以华为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我就只管默默的做我重要的关键时刻能够证明自己，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但是老师不理解，以前我作为管理人我也不大理解，总觉着自己没受到学校重视。但是我想，你需要做给你288学时，最后学生产出了啥呀？这里边造成学生现在这里边的这个能力水平发展不是特别明显的原因有很多，一个是语言本身就是这样的，汉语是我们的母语，我们有几个这个笔杆子，有几个口语表这个口头表达特别能力特别强的，那作为外语，你提那么高的要求，好像它本身就是不太符合常识的，这是一个基本情况。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除了前面讲的七个单元之外，最后的那个线上资源就是近几年的四六级的考试，一二测是真题，三四测是模拟题，而且我们在做模拟题的时候研究了历年的真题，他们命题是什么特征，素材基本上是从哪些地方来的，这个有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我想我们可以有一个分享。所以我们做三四测的模拟题是非常用心的，同时我们所有的这个录制的指标和它的长短难易任务类型跟四六级考试是挂钩的，就是我们这个右下边的这个彩图。为了方便学生自主学习呢，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课本的后边呢线上资源里边有一个自我评估的一个内容，就是从第一个部分一直到第六个部分，你听得怎么样，要进行一个自我评估自我检测。那么任务设计的原则啊，我只想讲两个，因为时间关系刚才耽误了一点时间。实际上我们讲设计核心价值观，就像我们要进行课程思政一样，一定不能讲抽象的东西，因为那个距离学生太远。原先我们在课程思政 1.0 版本里边在实施过程当中都有误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学院干的事儿在我们大学英语课堂里边再干一遍，那学生是非常讨厌的。所以我们在进行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象化、生活化、贴近学生的认知，这样才能够把课程思政的内容，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能够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自然的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课外语教学当中。我们以法治这一单元的主题为例，我们在任务设计过程当中有刚刚这个戴教授提到的校园霸凌事件，这个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事情。最近大概是河南的吧，三个小未成年人把自己的学生非常残忍的杀害了，这个国家的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出了司法解释，要进行这个追责，这是对的，任何人也不能成为法外之地，未成年人也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这里边校园霸凌的这个事情是学生，刚才戴老师也讲，学生呢是非常关注这件事情的。再比如说另外一个任务，就是我们对于版权的保护，我相信我们任何人都会 copy 一本书， copy 一本教材，那你是怎么认为这件事情的？学生你作为自己的一个使用者，你是亲历的，你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合理的吗？还是不合理的？可能在意见上会有一些分歧。最有趣的是，我们的学生说，那教材卖得那么贵，我们为什么要付钱？我10块钱能买的，我为什么花50块钱？这是他的理，他讲的也理直气壮，但是他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工作的投入。所以像这样的事情，我觉着是需要学生有一个引导的，在辩论之中学生也会有一些思考。第二个呢，我们要尊重学生的学习规律，比方说我们以导入为例，第一部分导入为例，就是 opening up。 我们在给的材料当中有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这个头脑风暴，学生呢完全可以根据这个主题想到了哪些关键词，这实际上是一个预热的过程，也是切入主题的过程。第二个任务呢，实际上就是要有个这个讨论口语的表达，也是有的这个话题。那么除此之外呢， section B 这里边就是看一个材料有些填空，因为作为这个 opening up 这个部分里边，一定是让学生在精神上在内容上能够有进入真正的学习有个准备。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教材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还是蛮用心的，团队还是蛮辛苦的，一直做了3年，终于把这几册书做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这个立体化的另外一个工具形式呢，是刚刚加了一个内容，就是我们既有纸质的教材印在教科书上的，
也有教科书旁边呢用一些二维码，实际上就是拓展教材。然后呢还有这个爱学爱学习这样的 APP， 形成了资源的立体化的供给和内容中的选择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一直有一种执念，要鼓励学生自主学习一定是具有选择性的，只有选择性的才能够满足他个性化学习的需要，只有满足个性化的学习需要，自主学习才可能发生。如果不能满足个性化的学习个性化学习需要的话，自主学习恐怕是难以实现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教材使用过程当中和这个出版社合作，力图在这个内容难易度方式都有一些区别。最后呢，我只是刚才讲我们做这个教材，无论是从陈老师他们作为这个新形态教材的一种理论上的建构，实际上大家看出来我们每一本教材做的都是我们陈老师的这种教学上的这个立体化教材的新形态教材的一种观念，也体现了复旦大学出版社对于教学教材的一种认识，所以是三方合作做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也怕犹如使命，所以因此我们这个团队确实花了很多的心思和精力，但是仍然是诚惶诚恐。这个感觉，昨天我在航班上看见王小波说的这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感触的。小说有这样的一种写法，虽然困难，但还不是不可能。这种写法就叫做追求对作者自己来说的完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按照我们对教学的理解、对教材的理解、对课程的理解，尽了我们所有的心思，想把它做得能够尽善尽美。但是确实理想很饱满，现实也真是挺骨感。有两个困难，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视频材料啊，受制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可能还不能够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设计，我们只能是在能够选择范围之内实现它的素材的最优化，这是一个。第二个，作为教材的编写者和作为教材的使用者，特别是对于学生来说，我们在有些时候是一厢情愿的，说我们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实际是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这也是现实。但好在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开创过程当中，我们认为新形态的教材其中有一个特点，它一定是开放性的，所有教大学英语的老师，特别教视听说的老师都可以共享共建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可能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大概就不是我们考虑的，就是版权和这个著作权的问题，那是一个更大的法律上的问题。但是我想我们作为一个老师，总是想把自己能够找到的素材能够跟大家共享，在共享共建的这个基础上，才能够把教材做得日臻完善。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和全国各地的大学英语的老师能够有深层的合作。后边的二维码是中我的同事发过来的，这就是这个教材的交流群，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好的做法，我们都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一个分享。我们期待着有更好的这个作品出现，这个融合我们全国的大学英语教师的智慧。谢谢各位。我这时间有点超了啊。3:31。好的，那谢谢顾教授的那个精彩分享。顾教授呢分享了新思维视听说教程啊，那个教材开发呢的理论依据、教程目标和内容体例、课程思政特色、素材选取原则和那个任务设计原则。那我们从顾教授的讲座中可以看到，顾教授的团队对这个教材体例设计还有选材都非常的用心。那么这个教材呢，它的特色也非常鲜明，课程思政特色非常鲜明，它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具象化、生活化，那注重中国元素、文化元素一个融入，注重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个培养尤其是刚刚顾教授讲座中提到的，就是他们设计的一个每个板块内容的一个导图，我觉得对教材使用的老师来说呢是非常的友好的。你可以清晰的了解到，就是编写团队这个选材背后的一个内在的逻辑，还有一个考量，那么对于教材使用还有进一步开发非常有帮助。感兴趣的老师呢，可以了解我们跟这个会议手册第9页有一个视听说教程一个总体介绍。后续对教材感兴趣呢，也可以索取我们的样书，在我们教学资源网上也可以下载样章，还有相关的教学资源。好的，那么接下来呢，给我们那个带来讲座的是那个徐英教授。那徐英教授呢，
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育部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广东阅卷人负责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班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科项目等省部级以上项目13项，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广东省教学成果特等奖、一等奖各一项。那获批国家呢一流课程，和省一流课程各一门，并发表了SSCI 一区和 CSSCI 等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6部。徐教授的研究方向是外语测试与教学。那徐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讲座题目是呢 ，AI 应用于英语口语测试的实践与反思。那我们掌声有请徐教授。半天，有这个吗？